所以肯定有站到过，你看，把这蹲坑的话，感觉就是很危险的那种。如果是蹲坑，有可能。这样的情况，因为我家是。我也不是。刚好认错人了，我是浅浅。你好，我是个乐器主播，我叫米苏。平时直播都是、不一定，我是一个很随便的，就有可能穿现代装，很随便。行吧，这就是弹古筝吗？会别的乐器吗？不会，只会弹古筝。你是南方人吗？那个什么《笑傲江湖》会吧？我真会，兄弟们。我记得我上那个什么，我跟我一个朋友，人家就教弹，是吧？
啥呀咱们？一人一半吧。也行吧，也行吧。请你给我们妹妹啊，妹妹，这是你家、不是，是我想问。说吧，说吧。我想问那个保时捷。然后呢？没了。直接买。不是，只是想了解一下呀。可是我对这个什么？我看你看直播挣不少钱呀。这跟我，啊，没有什么可了解的，了解什么呀？提速吗？配置？你就各方面的那个性价比呀、啊。啊，那保时，什么车才有性价比？那车都是选装送车。两三万一根儿，有性价比。